位于利志门市格兰威尔大街的崭新豪宅，面积超过1200平方米，是顶级奢华高品位生活的理想安居之选。打开大门，迎接您的是一组气势恢宏的旋转楼梯，天花板高挑大方，水晶吊灯精致华丽，古典风格的考究瓷砖品味非凡。豪宅首层喜迎天下宾客，客厅优雅大方，正餐厅宽敞气派。私人影音室内配有水吧，厨房专业现代，配有花岗岩台面、中央操作台，著名厨电品牌赛梅托的高端系列产品，独立的中式厨房。厨房与宽敞的用餐区和温馨的家庭室相连，家庭室超高挑空，并配有电子壁炉。打开法式大门，后院美景令人神往。在这一层还有一间带独立卫生间的客房，一间书房，一间休闲室，室内设有热水泡汤池、卫生间和桑拿房。来到楼上，您和您家人的私密空间是您温馨的港湾。主卧室配有私人阳台，可以俯瞰后院，独享美景。步入式衣帽间配有内置衣柜，私密卫生间使用花岗岩石材，配有双人洗手池、高级浴缸和带花伞淋浴头的玻璃淋浴房。第二主卧室也配有步入式衣帽间和高级私密卫生间，这一层还有另外四间卧室，每一间都配有步入式衣帽间和卫生间。本豪宅附近环境清幽，周边配套设施完备，与亨利安德森小学只有两个街区的距离， AR 麦克尼尔中学和花园城市公园都在附近，到列治文中心也只有两个街区的距离，在那里您可以购物休闲或享受美食。附近还有好几个高尔夫球场，开车到影院、游泳池或到河港溜冰场参与冰上运动都很方便。对于游客而言，本物业到温哥华国际机场的距离也很近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本物业的信息，或者您想亲自体验看房，请您联系地产谈判专家雨辰，童言童语，置业良辰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欢迎您点赞、订阅或与好友分享。